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德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研讨《太上感应篇汇篇》第81句：“见他赦免，起心施之。”请各位同学翻开课本696页最后一段，请看经文：“持鞭力续后引诸案，以贵牺牲一案居所者。”正阐明太上起心施之之为义，劝人临林已出，在目见义动之时，吃力自紧，而持行运一条，则又非建设起心，是无头无脑，以意照相，不慎而柔，无海而视。幽灭幻恶，自找混沌，即至夜叉横势，身首异处，凶魔其后，酷惨如此，看及此案，谁不心寒胆战？故以此作解，仰有深意存焉，失之失之。好，我们来看这段的字句解说。淋淋呢，就是微惧的样子。不慎而裸跟无海而视，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成语讲的海市蜃楼啊。那么这海市蜃楼什么意思呢？海市就是大气因为光的折射而形成的反映地面的物体的现象的形象。那么以前叫正气。那么比如说你在沙漠中行走，那么迷路的人呢，他当时在沙漠里面呢缺水缺粮，忽然看见绿洲，但走近一看，却发现原来只是海市蜃楼的幻象啊。但是海市蜃楼呢是真有这个事情啊，是大自然跟我们在玩光线的魔法。它的成因只要是光线在空气中被折射，再加上这个反射的结果，那就有这种海市蜃楼的现象啊。再来，这个红势就是残暴吞噬。好，我们看这段的白话解说。现今所编列叙述邪淫招致灾祸的这些公案，那么以贵溪某生呢这一案呢立即所谓贵溪这位读书人呢，他是在我们215集的时候有讲到，在课本的685页里面提到说，因为这位贵溪这位读书人呢，屡次考试都没有考中，就求那个张真人呢帮他查天榜。那神批示说呢，这个人本来是应该要中科名的，但是因为他盗审故斗，就是他对他的这个婶婶呢有起邪淫的念头。那么这个张真人跟这个读书人说了，这个读书人不承认了，他就申诉啊。那神在批示说呢，虽然没有做那件事情，但是有那个心啊。因为当时这位读书人呢，小时候看他婶婶呢长得啊很漂亮啊，有动一个邪念，就这样而已。那么所以把贵溪这位读书人排第一位，正阐明呢，太上老君呢强调了，我们研讨这个见他赦免起心施到现在呢，他强调了一个重点，就是起心施之。那个起心两个字呢，就是关键在起心动念，也就是我们佛家讲的意业啊，他可能还不到口业跟
身业，身业的话就邪淫了，那口业的话呢，就是起淫，但是意业起贪爱呢，它就算了。意业有意业的果报，所以太上老君呢所重视的这起心思之这个微妙心态、微妙的心念，他劝诫世人呢，一开始就要戒慎恐惧。所以一有妄想来呢，你就马上转成阿弥陀佛，马上忏悔，马上把这个妄念呢转掉，所以在眼睛看到心念启动的时候呢，要尽量谨慎。而前面讲的这个僧人行印法师呢，这一则公案呢。所以又不是见色起心了，是无头无脑，完全是他的心意呢所造的假象，心意就是他的妄想，不正而柔无海，而是他所幻想的根本就是海市蜃楼，虚幻不实。那么这种幽灭幻恶呢，幽灭就是他的内心幽暗的地方呢，这种幻想的恶念呢，自己去找混沌，自找混沌就是自找无知的陷阱，以至于晚上到夜间呢，被夜叉呢给他横事就是躲他的寿命，让他身首异处，遭受到凶猛的奇怪的灾祸，残酷跟惨烈到这种地步。看到这件公案呢，谁不心寒胆战？就是谁不感到心寒又胆战心惊呢？所以用行印法师这个案子呢做结论，做结尾，实在是有很深的含义在里面了。大家应该要好好的深思警惕。那么这一段呢，主要是在起心思之之为义，这段的重点在这个地方，太上老君所强调的。他所重视的呢也是起心思之之为义，就是这个维系的这个心念，劝世人呢淋漓已出，在起心动念那一刹那，那我们还没有正法身呢，我们还没有到明心见性呢，我们做不到不起心不动念，只有法身大士呢可以做到不起心不动念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破见识后，他破尘沙后了，他再破根本无明一品，他就可以证得法身。他破见识后，他就没有身见了，他破识后就没有贪嗔痴慢疑呀。所以他证法身以后，他就不会起心动念，他心相一如。他六根对六尘。他就真的可以做到六祖大师说的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，他入不二境界了。他六根对六尘呢，他完全是舍事用根。也就是我们佛法里面讲的，他已经转八识成四智菩提。他的第六识呢？的唯识学里面讲到初地菩萨的时候，第六识分别就转成下品的妙观察智，第七识转成下品的平等性智，然后到八地的时候呢，第六识转成中品的妙观察智，第七识转成中品的平等性智，到十地满心的时候呢。
那么第六世就转成上品的妙观察智，第七世转成上品的平等心智，第八世转成大圆尽智，那前五世转成成首坐智，那就转八世成四智菩提，这叫我们一般常讲的转世成智了。那到这样才可以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啊。所以老法师说呢，一个不善的念头都不敢起啊。你还没有开悟以前，你必须要警惕啊，一个不善的念头都不敢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会有果报。那这里面跟你提两个公案，一个是贵溪的这个读书人，还有这位行印法师啊。贵溪这个读书人影响到公民，行印法师连命都没了，被夜叉抖命了，抖算了，身首异处了。所以呢，大乘佛法里面讲的第六世第七世啊，这个佛法上讲超勤离见，这个见就是前五世。六道凡夫的众生呢，他用的心呢，在佛法里面讲叫八世。眼耳鼻舌身呢，这叫前五世，他是有觉有知。除了这个以外，里面第六世思维的，我们一般讲分别；第七世莫那世，这更深一层了。叫执着，一般讲情执，就是莫那在作怪。执着这个身体是我，执着贪嗔痴慢，尤其是感情的执着、占有的执着，那是第七世的因素。那第八世呢，这是更深的阿赖耶识，它就像一个资料库一样。无始劫以来，你生生世世起心动念所作所为，善恶种子，还有不善不恶的叫做什么？叫无记啊，在唯识学里面讲叫善恶无记。你这个善跟恶的种子呢，通通可以调出来看，没有办法呢赖掉。因为因果的可贵呢，就在这个地方，就调你知道故来看。到阎罗王那边呢，就变成造孽镜台，那孽镜台就是你的心境嘛，所以一造呢都逃不掉啊，你没有办法赖掉，赖不掉。完整的资料保存在那里，谁保存的？你自己保存的。什么人能够看到？你六通现前就看到了。你有天眼通，你有他心通、宿命通，你就看到了。他心通、宿命通，看到你的资料库里面有什么东西，定功前的看到一部分，定功很深的啊，比如说像明心见性的菩萨，几乎全部看到。所以定功前的呢，他阿赖耶识比较底层，他看不到。那定功深的呢，法身大师就看得到了，因为他那时候六通已经现前了，啊，这不是假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以前在讲经，我常跟各位解释啊，这个现象你没办法去解释，这个只有为正方知，你正法身就知道了。你开悟就知道了。比如说我在讲课讲过了，道正法师在还没有出家以前叫郭慧真义师，他那时候肿瘤还没有长出来，他后来是生肿瘤，我们叫癌症，他后来出家法名叫道正法师啊，总共修行17年，在48岁舍报，画了五尊阿弥陀佛，写了很多劝人、劝这些癌症病人如何离苦得乐的方法。他在2003年69号观世音菩萨成道祭奠日，在早课拜佛的时候念到阿弥陀，在佛堂往生。
他癌症没有做化疗。他在还没有出家以前，他癌症还没有发现的时候，他去台北县现在的新北市土城承天禅寺见广清老和尚五十公。五十公说：“郭居士啊，郭慧真医生嘛，郭居士，你的大冤家要现前。”广清老和尚比那个电脑超音波断层扫描更厉害。台湾呢叫做断层扫描，这仪器非常的贵，现在也有很先进的，我们台北有几个大医院都有最先进的仪器，你癌症细胞 藏在哪里，它都可以侦测得出来，但是那个机器就是侦测不了叶粒，叶粒它找不到，叶粒要怎么样可以看到？要天眼。要天眼通，要他心通，要宿命通，他就可以看到前世。怎么进去的？禅定功夫。所以很深的禅定功夫可以看到前世，再更前世。西方是用催眠，佛法的讲法是用禅定功夫。只要有很深的禅定功夫，他就可以见到了。广清老和尚有很深的禅定功夫，所以他见到郭慧真一直的大冤家要现前了，所以老法师才说，你阿赖耶识里面所藏的所有的善恶种子、明心见性的法身大事，全部看到，他看到你的阿赖耶，所以你做什么，观世音菩萨都知道，地藏王菩萨也知道，阿弥陀佛也知道，这不是假的。如果你能够相信，你肯定的，你就会跟诸佛菩萨一样，不但不敢做害众生的事情，一个不善的念头都不敢起来。为什么？有记录啊。俗话讲，凡走过必留痕迹。有记录啊。记录是什么？种子啊。种子是什么？你的身口意行为啊，它分成十三类、十二类啊。身力口味意通通有啊，在哪里？在你的阿赖耶识里面呢，就像我们现在电脑的档案一样啊。我们台湾叫硬碟啊，大陆叫 U 盘啊，这存起来啊，有记录啊。骗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有情众生都知道，你说你能骗谁啊？你只有瞒自己而已啊。叫自欺欺人，干这种事情，你哪一天觉悟过来，你自己完全明白。所以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我们现前处事待人的心态，自然就要做改变。有两点，第一点，决定不能有恶念，不能有不善的行为。第二，可以原谅一切造作罪业的众生，为什么原谅？因为你自己没有开悟，你跟他没两样嘛。那现在你走上修行这条路，你已经开始要准备觉悟了，那对方还在迷啊，所以我们要感到很幸运。再错的恶事，不可以去责备他，原因是什么？个人因果，个人承担。所以想想造作罪的人，他本性也是本善的，他本来也是佛菩萨，像华严经上说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。他沦落到三途，受这种苦报。我们所生的是怜悯心，不是责备心。我们所生的是同情心。能帮得上忙吗？帮不上忙。为什么？个人因果，个人承担，这没有办法代替。以上呢，就是告诉你，起心动念，诸佛菩萨都知道，悉知悉见，鬼神也会知道。禅定功夫越高的人，看得越完整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注意关照这个起心动念，
我们都要把它转成阿弥陀佛的这句佛号，念阿弥陀佛这句佛号是最大的善事，是最佳的善行啊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。信州林茂先才高得以相见，家贫庇护读书，邻里闻夫不学，慕茂先才名，亦帮之。茂先贺之曰：“男女有别，礼法不容。天地鬼神罗列身部，何以污我宰，你残而退？”茂先次年登第，后三子皆登第。我们看这段的字句解说，信州在今天四川奉节，四川奉节县。相见是唐宋应试进士，有州县见己称相见。男女有别，礼法不容。这段出自安世前师《义海回款》卷一。安世先生按理就是安世先生呢，他的评语是中庸呢，发端呢便说戒慎恐惧，即推论小人，则曰无所忌惮。可见修身要途呢，实为敬畏。男女有别，礼法不容。敬也，天地鬼神罗列身部，畏也，知其素养身矣啊。那么，周安世先生说啊，你了解男女有别，你要遵照礼法，遵守我们老祖宗教我们的啊道德仁义礼。如果能有这样的一个警惕心呢，这个叫敬。那了解天地鬼神呢，罗列身部呢，有这样的一个存心呢，叫畏啊，有敬畏心呢，那自然就不敢做恶事了。好，我们看这段的白话解说。信州的林茂先很有才华，被县官荐举参加进士考试。他的家庭很穷，经常关闭门户在家读书。林妇呢知道丈夫不读书，很欣赏茂先的才名，晚上就私奔到他家去。林茂先呵责他说：“男女是有别的，你的行为是礼法所不容许的。要知道天地鬼神暗中都在严密监视着，你怎么可以侮辱我呢？”林妇感到惭愧就走了。林茂先次年呢考中科第，后来三个儿子也都考试中榜了啊。好，我们看下面第三段。姚三九本性变，博学善诗文，管理怀事，有女常行窥视，便黯然不顾。一日赛履于庭，你作书纳其鞋中，便得知，托以他事辞归，掩一信作诗免之。有一点真心兼悔时，春风桃李莫相猜之际，便不受诗，且答书立便无此事，一信兼提书而提引，得之后矣，主身必昌。后子臣及曾孙媳皆登进士。我们看这段的字句解说，旧馆就是教书署啊，黯然呢就是严正的样子，我们讲道貌黯然。悔石呢，悔石就是不像石头那样可以转动，形容坚定不移。坚内一信兼提书呢，就是我们信封封起来那个口，那个叫简啊，信封的封口。好，我们看这段的白话解说。有一位姚三九，本姓姓扁，他博学呢，学问渊博，而且呢很会写诗文，在怀氏家里呢当老师。怀家有一个女儿呢，
啊，常常偷看他。辩魔呢，态度严肃，不予理会。有一天呢，他把鞋子晒在庭院中，就是姚三九呢，把鞋子晒在庭院中。那怀尼呢，就写一首情书呢，放在鞋子里面。辩魔拿到鞋子以后呢，看到这个诗呢，看到这封信呢，假托呢，他还有其他事情，就辞去教师的工作回家了。那么，当时有一个地方人士呢，啊，叫严宜信，他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呢，他就写一首诗来赞叹，便是幺三九。他说呢，一点真心剪毁时呢，春风桃李莫相猜。换成白话就是，一片贞洁的心呢，不是坚硬的石头可以比的。美术对他来讲一点都起不了作用。那么严宜信呢，写这首诗的时候呢，辩驳他不接受。辩魔为什么不接受呢？辩魔不接受这个诗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不想去伤害到怀氏的女儿，他要保护他的名节。啊，我们讲说呢，树要树皮，人要脸皮嘛。那这位辩士呢，姚三九就很有德行，他不接受这个诗，也就是他不承认这个事实。啊，而且呢，还写一封信呢，答复严宜信呢，力辩呢说根本没有这个事情。那么严宜信呢，后来只好把这封信、这首诗呢，用信封呢把它封起来，在上面呢把它提一个句子，提什么呢？提“德至厚矣，主身必昌”八个字。这个人的德行呢太深厚了。他后代的子孙一定会当昌盛繁荣。果然呢，姚三九呢，他后代祖孙呢，他的儿子变成他的曾孙呢，变媳都考上进士。所以这一段里面呢，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说，姚三九他的德行很好，他身为老师呢，他有老师的德行跟风范。那现在呢，这种德行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呢，啊，这个老师就很少见了，啊，所以老法师说德行要从小培养。净空老法师说因果教育最重要，一定要先学德行，所以孔子教学生四科呢，德行摆第一，语言摆第二，啊，政事跟文学摆第三、第四。德行最重要，要先懂得因果。如果没有因果教育，纵然学了伦理道德、明文立养、境界现前，自己还是呢会把持不住，会辩解。这种人很多，小名小利呢，你可能不在乎，但是大名大利呢来的时候，你动不动心呢？你能不能把持得住呢？啊，大名大利来的时候呢，除非你是法身大士，你可以像达摩祖师这样见到梁武帝呢，他讲真话。梁武帝问他说：“我盖了这么多佛寺，印了这么多经，供养这么多出家人，有没有功德？”达摩祖师说：“毫无功德。”为什么？因为达摩祖师就是明心见性的菩萨，明心见性的菩萨，他没有见识后，没有尘沙后，已经破根本无明，他根本没有明文力啊，他没有我贪我爱我嗔我痴，他也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，他理一切相，行一切善，他是真一者、实一者、如一者、
不义已者，不忘义者啊！啊，这种大开眼界、明心见性的菩萨，他们的言行叫做安乐行。安乐行，这安乐行呢，它就是清净行，就是入一行三昧了。啊，也可以讲说入念佛三昧了。如果他是修金刚经的，他就进入金刚三昧了。那像这种三昧现前的，你大名大利摆在他前面，他根本完全如如不动，不起一相啊。所以老法师说，一般人做不到这个境界，大名大利来的时候，你动不动心呢，你就保不住了。但是他如果懂了因果，他就不敢做坏事了。所以因果教育呢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古时候的人呢，从小时候就有扎根教育，从哪里开始？从胎教开始，母亲怀孕的时候就开始了。像周文王的妈妈一样啊，目不见啊邪色，而不闻音声啊，而且胎教做得很好，所以生出周文王啊，周为人敬呢、啊。母亲在怀胎的时候呢，小孩子生下来到三岁，这一千天是扎根教育，学了根深蒂固，跟谁学？跟他母亲学。那么学了以后呢，一生都不会改变。无论碰到什么境界，他都能守得住，不会被外面威胁利诱，会如如不动。所以这一千天呢，你也可以为小孩子扎下很好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，尤其是因果教育啊。所以印光大师在当年呢在世的时候，他的弘化社一生呢为我们实现因果教育的典范。那因了凡四训啊，太上感应篇、慧篇啊，安世全师呢印了300多万册。印主呢非常重视因果教育。他说这个世间为什么会乱？为什么人心不安？为什么天灾人祸这么多？因为众生不相信因果嘛。所以现在这些恶业果报、天灾人祸，都是众生不相信因果所招感来的嘛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世间的人呢，他不懂得趋吉避凶啊。那为什么他不懂得趋吉避凶呢？因为这个世间没有明理的人来教他们。所以如果懂得因果教育的人来教他们，那么这个世间人呢，他就懂得趋吉避凶，他就会乐天知命啊，那自然而然呢，他就可以离苦得乐啊，他就便会趋向于光明吉祥的方向啊。所以因果教育很重要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：唐高少时读书灯下，有女调之，将纸窗掏破，供卜器。题诗曰：“掏破纸窗容易卜，损人阴德最难修。一系有声过其门，见一幢檐匾，左右悬二灯，即所提二矣。一而诘问，后果大毁天下。”我们看这段的字句解说啊。我们现在介绍唐高啊。唐高呢，在《中国状元全传》卷五里面有记载这个人啊，他是明朝人，字守之呢号新安，安徽呢歙县人。他文章才思敏捷，他一下笔就可以写一篇文章出来了，而且写文章呢不加逗点，文不加点，而且他做事情呢多谋善断，很有计划，而且很果断，
那么当时他有个好朋友是彭俊守，这位彭俊守呢，很懂得这个堪舆风水学，就是看地理风水。每一次遇到唐高来呢，他都隐约可以看到一对金狮灯笼引路。这个彭俊守也是有一点点的啊，怎么讲呢？有一点点小神通啊。啊，那他就每一次看到唐高来，前面就有一对呢金狮色的这种灯笼在引路，而且那个灯笼是飘渺浮动，好像有神人呢，神人或是神灵呢在保护。但是唐高本人就不知道。那么这一天呢，唐高来的时候呢，灯笼不见了，没有灯引路了，也就是没有光明了。彭俊守大惊呢，问说：“你最近几天是不是做什么损德亏心的事呢？”唐高想了一想，说：“我只是给一个把妻子要卖掉还债的一个人写契约而已啊。那个人给我一点钱呐、啊，给我一点银钱呐、啊。”彭俊守急忙的拿出一些钱说。你赶快去，赶快就催这个唐高说呢，你赶快回去把这个钱还给人家。那个人呢是人口贩子，就是卖人口的。唐高照他说的话去办了，把契约撕碎了，把钱还给对方了，就回来谢谢这个彭俊守。彭俊守又看见他，前面那个灯笼又亮了。可见呢，他前面帮人家写契约呢，卖妻子还债，这个有造什么？造这个让人家夫妻啊婚礼的这个果报啊，这是损德。唐高他的才华出众，可是他的时运不济，他的运气不好，考试呢连连碰壁都没有考中。他就在自己的书房的墙壁上写的一句话勉励自己啊，这句话很有意思啊，一读一不中，唐高其如命何？一不中一读，命其如唐高何？啊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说我读了这么多书，一读呢又越考不中。哎呀，唐高你的命怎么会这样呢？叫唐高其如命何啊？我越不中，我就越读，啊，就发这个勇猛心呢。命起如唐高，我根本就给你唐高的命改掉，改变命运，啊，所以你看他就会懂得觉悟，懂得忏悔啊，这都是改变命运的方法，啊。那他正德九年呢，唐高再次进京去参加会试呢，连中两言，考中状元。可是他年纪已经大了，当时年纪46岁，受翰林院修撰，晋升为侍讲，啊，帮皇帝跟太子上课，啊，后来又到朝鲜呢去当使节，就是大使。不久呢就病卒了，就死掉了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来探讨一下，学佛的都很有兴趣的，啊，其实我们身上其实都有光，只要你精进用功都有光，最好的光呢，就是《无量寿经》里面讲的紫磨真金色身，那你可以用仪器，甚至有一种仪器可以测出来，啊，有一次我在香港大埔呢，我就见到。韩国的大统领呢，就是总统的这个御医呢，他是专门研究这方面的中医医学。那他有一种仪器呢，他就叫你先用10个手指的放下去，他就可以测出你身上哪个地方啊有什么病，有什么病症，他会现什么光颜色去判读，然后他就叫你念10句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，然后再把手放下去。那个光谱又不一样，我亲眼看到很特别啊。
那么最好的光是金色的佛光，还有紫光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就来探讨为什么会有光明。莲池大师跟我们讲，念佛之人呢，有四十里光明足身，魔不能患。整个经文我们念一遍：今念佛者，以佛大愿受受，大力宽持，微末感干，神不可测，虽有魔事，行将自消。又经言，念佛之人有四十里光明足身，魔不能患。以阿弥陀佛及十方佛常护念故，从今发心，直至道场，至始至终，即无不利。这段经文呢，是从莲池大师的《阿弥陀经》疏钞里面呢引述出来的。那么这段呢，老法师有开示，我们就来好好的来聆听呢，老法师对这一段弥陀疏钞呢，他的非常深入的开示。首先，我们讲第一段：今念佛者，以佛大愿受受，大力宽持，微末感干，神不可测，虽有魔事，行将自消。这段老法师说，就算说你在修行的过程里面，你会遭受一些魔事、邪魔外道的干扰，甚至邪魔鬼神的干扰，这个都很多学佛人都会碰到啊。但是念佛的人呢，他有佛菩萨威德神力加持，一切魔呢遇到你呢，他就退避了，他不会侵犯你，不会扰乱你，自己的心正呢，正念分明，外面有三宝威神加持，所以他不遭魔事。但是这个一个条件，你要真正的老实听话真干，你要像海贤老和尚一样，你要像刘树隐居士这样，你要真正的用功，也就是真正的生死心切，不是苟且偷心，真正的深信切愿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真正想要了生死，出三界，离轮回，而且真正想看破放下，而且你不断的在忏悔，不断的在改过，是真的呢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样的念佛人，老法师说，是真正用功，真正如法修学。如果你真的这样去做，像郭洛匠这样去念佛，半年就会有感觉了，能够觉察到三宝时时刻刻在保佑你。你真正念佛，比如说你发愿，像我说浙江临海，我这次到普罗山去参学王家炳先生，我跟老法师报告了，他赌博输钱，输了好几百万人民币。把他最心爱的老婆都害死了，去自杀。他认为他老婆是他害死的。正好在17年前，他听了老法师讲经，他痛改前非，发愤图强，他就发愿听老法师的讲经，然后发愿诵无量寿经20000遍。他现在已经开始在临海那边在写讲无量寿经，对老人院的老菩萨讲的。所以王家炳先生叫我跟他印证，我根本不敢印证，我说我就我所知道，我给你提供一些看法，他就讲给我听，他说我们念这句佛号就是以妄治妄，没有错啊，我们烦恼扶不住，就用这句阿弥陀佛啊来扶这个烦恼啊。所以王家炳先生跟我讲说，我们做不到不起心不动念。他当时为什么他这么勇猛发20000遍的无量寿经呢？因为当时他太太死掉的时候，他发了愿，就是说他如果不求生极乐世界，他如果退转的话，
他如果变心的话，他永堕阿鼻地狱。他发这个愿救了他，这个愿造成他念两万遍的无量寿经，一天十遍，而且是双盘。他本来不会双盘，他是单盘的盘腿，他是双盘的，后来是练成的。他一盘腿又练无量寿经，从来不下坐的。早上呢，早上早课起来到中午五步，下午三步，晚上两步，总共是十步。你有办法吗？十步无量寿经啊，一天呢、啊？除了吃饭、上进房拉屎以外，都在读无量寿经啊。这样他读到第八年，他的肿瘤、他的癌症就不见了。现在正在看黄念祖老居士的《无量寿经》注解，还有江卫龙居士的《金刚经》讲义，已经看了好几遍了。他跟我讲，他说老法师所讲，我完全都懂了，所以我已经没有在听了。是七年的功夫。这种人，这种怎么样？这种就是老和尚讲真正用功，真正如法修学，这样的魔不能够啊干扰他，不能扰乱他。在下面这一段，书又经灵念佛之人，有四十里光明足身，魔不能换。老法师说，佛在经上说，真正念佛人行住坐卧二六十中，这一句佛话是不间断的，就有这么大的力量。所以我们今天讲发慈悲心要救度一切众生，怎么去救？老法师说，咱们讲经说法能不能救？老法师说，跟各位说救不了，但是呢，真正念佛人能救得了。他的光呢，照四十里，四十里之内魔不能侵犯。这四十里之内，众生都沾他的光，一人有福，这一屋的人都有福，大家都沾到光，这个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时候老法师讲这一段开始的时候是在台湾，他说在台湾这个地区，这个岛不大，如果有三五个人真正修行人，这个岛上就不遭乱了，不遭劫难啊。那这三个五个到哪里去找呢？希望别人修行，我好沾光，每个人都存这个心，结果没有一个人修行了、啊，咱们还是要遭难呢、啊，所以自己要真正发心，真发心，咱们这个地方就不遭劫难。那么老法师说，发心念念为众生，不为自己。我念这句阿弥陀佛是为一切众生念的，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为众生而去的。为什么要去？因为我自己现在没有能力度众生，我学问能力不够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求学，去充实自己。我学成以后到道家慈航，回过头来再来度化众生。所以你的出发点是什么？你的发心是什么？你的发心是我去西方极乐世界，我是为众生去的，我不是为自己的。那为众生呢，我们就好好认真的念佛。为自己呢，你懈怠还无所谓，那是你个人的事情。我为众生，我不念，众生就多受一天的苦，多受一天的苦难。我好好的念，众生提早一天得福报，这是一个莫大的力量。所以认真念佛，认真求生净土。老法师说，各位如果真正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会放下万念，提起正念啊。这句阿弥陀佛就是正念，就是正知正见，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不问世间一切法，不但世间一切法我放下，佛法也放下，一切经论、一切法门，通通放下，
为什么要放下？你不放下这句佛号念不好，不放下我这句佛号就拉拉杂杂的夹杂许多东西，所以这句佛号很不可思议，它能够消灾免难。我前一阵子就是12月啊，11月底的时候，我们讲堂以前一个护持的莲友林金燕师姐，她的师兄呢啊，刘世雄呢，他学法律的，得了肺腺癌，在高雄医学院呢治疗，他叫我下去。我就坐高铁下去啊，他说他不念佛，我去跟他讲因果，跟他讲了3个小时，他最后愿意念佛，而且皈依三宝啊，皈依净空法师，坐下做三宝弟子。我跟他讲一句话，我说你好好念佛，你求阿弥陀佛，因为他的肿瘤呢已经长到像拳头这么大，在他胸口。跟他说完法以后呢，他整个人改变了，脸色红润，而且那个肿瘤很奇怪，本来还是有点黑色的，念佛以后竟然变成红色的啊，肌肉那个颜色。大概练了20几天啊，不到20天啊，他10月20号往生的，念不到20天。拿到净空老法师的皈依证以后，我还在他病床前面第二次跟他说法，解释什么叫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皈依佛就是皈依觉，皈依法就是皈依证，皈依僧就是皈依清净不染。我跟他说皈依三宝的意义呢，拿到净空老法师的皈依证呢，是在12月8号，他练了11天，练到12月20号安详舍报，而且他女儿梦见一个小莲花，全身柔软。这几天他女儿发短信给我，他爸爸在冰库里面冰了差不多也将近1-2个礼拜，冰库起来以后举行告别式，身体还是一样红润，还是一样全身柔软，但是不可思议啊！就是这句佛号功德不可思议，而且呢，一切法通通放下来了。所以老法师呢，他早期在台中莲寿跟周嘉玲居士在听李炳老师讲经的时候，他就跟周嘉玲老师呢互相勉励。老法师跟周居士说呢，他说我不是讲经，我也不会讲经。他说我讲经的时候，我都把那个规矩拿掉。那我在讲台上讲什么呢？老法师说，我拿经本对照我自己的思想行为，跟佛相不相应。相应的我保持下去，不相应的我马上改过来。天天念经，天天在这里讲，都是修行。所以不是讲经，是修行。我们念佛人最希望的就是正念分明。老法师说，我们想想看，我们自己是不是平常就是正念分明，是不是20-60钟脑海里头脑里面都是一句阿弥陀佛呢？除了阿弥陀佛也没有一个杂念呢？如果你平常的念头里面通通是阿弥陀佛，那你临命中一定是正念分明。如果你平常的生活里面的念头阿弥陀佛几乎是少之又少，或者念佛的时候不专心妄心念佛，所以你妄心念佛呢，你喊破喉咙亦妄然，所以 你的心里面呢一句阿弥陀佛都没有，都是杂念，都是妄念。老法师说，你念佛的时候脑海里20-60钟是不是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？除了阿弥陀佛也没有杂念呢？要想想这个事情，果然有杂念，自己要晓得啊。
自己就不容易成就。如果没有杂念，那就很容易成就。那去西方就决定有把握。如果还拉里拉扎的一些杂念，老法师说，如果拉里拉扎还有这些杂念的话，那这样呢，修行就没办法成就了。啊，所以老法师说，真正修行人呢，他身心清净呢，大慈大悲，这个人确实有四十里光明足身。这身的放光呢，我们凡夫肉眼看不到，妖魔鬼怪呢，他不敢接近你，因为你这个光明呢，可以说呢，正大光明，魔不能换，邪魔不敢侵犯你。书以阿弥陀佛及十方佛常护念故，那么这一段老法师说，这是外面的一个因素，你自己内心清净，正念分明，与西方净土相应，所以感得阿弥陀佛护念你，十方诸佛护念你，魔怎么敢惹你呢？惹不起。再来下面这段经文，从今发心，直至道场，自始至终，即无不利。老法师说，大吉大利呢，什么都不用忧虑，什么都不用牵挂。纵然是个险难的地方，你去了那个地方就平安，逢凶化吉；你不去那个地方，可能遭受灾难。你是大福德的人，你去，诸佛菩萨要保护你，妖魔鬼怪远离，这个地方就吉祥。我们要求吉祥，念佛最吉祥。那么这个呢，是净空法师呢，在《阿弥陀经疏钞演义》第64集里面有这样的开示。那么我们了解呢，我们在受五戒的时候啊，受五戒的人呢啊，受戒的法师都会告诉我们，如果能够真正的持戒，持戒的目的呢是防灰止恶，不论在家出家呢，如果真正能够守戒持戒，持得好的话，持得清净的话，你受持一条戒，就有五位护法善神守护。如果能够守得满分戒，五条戒呢，都能守得很好。啊，你能够持满分五戒的话，就有25位护法善神守护。啊，这个是呢，守戒呢，如果你能够持戒清净，就会有25位护法善神。好，我们看下面这一段，也是字句解说，我们继续解释下去。韬就是清洁，诘问就是追问，大魁就是科举考试第一名，称大魁，就是状元。我们看这段的白话解说，唐高在年少的时候，有一天晚上在灯火下读书，有一个女孩呢调戏他，将纸窗挖破，唐高呢又将它补好，并且在窗上呢提一首诗说了，掏破纸窗呢容易补，损人阴德呢最难修。有一天晚上呢，就有个僧人呢经过他家门口，就看到一块状元匾。当然这个状元匾是什么，是那个出家人心清净，他见到了，也就是说唐高即将得到功名。那为什么他得到功名呢？因为他不邪淫，所以呢上天呢就赐功名给唐高，所以在他家门口就开始挂状元匾。啊，那这个出家人就见到，这个出家人呢心清净，他心清净，他就会感应到，啊，就像丁嘉丽小姐一样，他在访问净空法师，珍惜生命，请勿杀子堕胎，
这些访问里面，他有讲过，他曾经到东北去拍电影，就到一个佛寺去。那就有个出家人跟他讲说：“哎，丁居士啊，你旁边有4位小孩子跟着你，那正好丁嘉丽小姐呢有堕胎4个小孩。”他就很好奇说：“这位出家人怎么知道他有堕胎4个小孩？”他回来就借这个访问的机会，就访问净空老法师，说：“为什么这个东北这个出家人他知道我拿4个小孩？”老法师说。因为每一个人的心呢，有接收器跟发射器，就像手机一样，你手机拨电话信号出去，透过卫星，再经过地面的电话公司的接收站，传递给对方，对方就收到信号了。啊，所以有接收器跟发射器，那接收器，出家人的接收器跟这个发射器呢都很亲近了，他自然就见到了。那么这个出家人呢，就看到这个状元匾左右悬挂2盏灯呢，就是所提的这2句话，啊，就是"掏破纸窗容易补，损人阴德最难修。"他觉得很奇怪，就进去问唐高，他知道这件事情。后来唐高呢，果然考上状元。好，我们看下面这一段经文。汪天理遇一人相曰：“今相视罗汉，乏事受益不有。”以是遂亲采号诗。一日客亲将谱，主父少哀，师就焉。汪闭门不纳曰：“我岂可坏汝民节也？”父惭去。父欲向者曰：“今有何阴德，向乎改易，当生贵子。”寿至80矣，后果如其言。历官前贤俱崩，有得利以数志者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以人事也。有惧损阴志者，唯恐折服畜寿也。学问虽或不同，而同合乎天理之正，人心之安，彼我两全之道也。当此之际，福至心灵，以肉快然登轻盈矣，不待福报而后肉也。要知既奔之法不一，必亦为详悉之，而后临事不惑，反正色喝惧而既退者故多，更有惧而不去者，如鹿茸之脱籍未全，以其后亦皆可失也。倘可启门而出，则朝分知之往述他意，意前得者之民以应付也。又以使事者，如茅庐门之既崩闭，闭曰：“如此有时而已，入门不为动也。”终夜既之而乃在者，汝存一任不可不可，而推窗入立于庭，是不作苟且行为也。并有奸窃百金之政，而能俊济者，如此轻德因断，良可失也。若门已闭而女在外者，门必不可其也。民旦托故辞归，而乃招者，不可再之也。南希终身不言，虽妻子亦不识知其事，思为甚得矣。从此登大魁，自显位，光主考，免主身，交之他土积累，岂难易相选万万也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字句解说。清江浦在今天江苏省淮安市清河区。少哀，少哀是年轻美丽，快然就是喜悦，正色神色庄重，态度严肃。鹿茸，我们来解释这个700页的这个鹿茸这个公案。鹿茸呢，他是明朝苏州府太仓人，
担任呢南京律部主事。在《寿康宝鉴扶善案印光大师传》这里面有提到陆荣这个人。陆荣呢，他的外表长得很丰腴，丰腴就是英俊潇洒。那么他在天顺三年呢，他到南京去考试。那么馆内呢，有一个馆内就是馆人，就是在私塾里面教书的呢，有一个女孩呢，夜奔到他的房间。那么陆荣就假装说他生病，跟他约好说改天再跟他见面。那个女的就退掉了。那个女的退掉以后呢，就写一首诗啊，叫风清月白夜总虚啊，有你来窥笑读书啊，一把琴心通玉宇呢，十年前已薄相如啊。这个诗写完以后呢，这个陆荣呢，第二天早上呢，他就借故离开了。那么那一年的秋天呢，他就考中这个功名了。那么在还没有考中以前呢，他的父亲呢，就先做梦，梦到什么呢？梦到那个郡守，就是太守呢，送匾额过来，那有很多旗队跟鼓队过来，有打鼓跟掌旗的过来，匾额上就写夜白风清四个字。他的父亲认为夜宫呢夜宫之兆呢，夜宫就是陈宫，这个陈宫呢，唐朝以来称科举及第考中的呢叫陈宫者贵。所以他就写了个信呢给这个陆荣。陆荣收到这个父亲的信以后呢，他悚然，就是他非常的惊讶。因为他父亲所做的这个梦呢，夜白风清呢，看到这个匾额呢，就是他先前拒绝那个女子诱惑所写的那首诗，叫风清夜白夜总虚啊。这是陆荣记写影的故事。再来，曹锟之枉恕他欲，这也是在《寿康宝鉴》里面的公案。在松江有一位曹生呢，他去考试，在所居住的这个房子里面呢，有一个妇人要来呢来救，就是要来献身。曹生呢就很惊讶，他就借故出去呢，就住在别的地方。到了中途的时候呢，看到灯火通明，而且有人喝道，就是有人大声的说呢，让开让路让路。因为古代的官员要出行呢，前面有仪仗队呢会做前导然后请行人回避那么当时这个曹生呢，曹锟就来到一所古庙里面就听到那个击鼓的声音要升堂了。那曹锟就普普的爬上去，听到那个大殿上呢就唱新科榜名，这唱到第六名的时候呢，那个官吏就说了，他说某某人呢，最近呢他有短行，就是他行为有不检点，上帝呢已经消弃他的功名了，那么应该派哪个人去补呢？那个神就说了，松江曹某不隐欲富，就是松江曹某呢在公义里面呢不邪淫那位妇人，他的正气可嘉呢，应该给他去补这个第六名。那个曹锟呢听到以后既惊讶又高兴，后来果然放榜说呢他排名第六。再来毛鹿门呢，毛鹿门是巨奔婢这个奴婢这个婢女。毛鹿门就是毛坤
啊，毛坤啊，他也是明朝时候的人，啊，担任礼部主事，啊，在《寿康宝鉴》里面有记载他的故事。明朝毛入门，他弱冠的时候游学于宜尧，在浙江宜尧这一地方读书。那么他就寄宿在呢，寄居在城隍庙的对面的一位前世人家，啊，那么钱家呢有一位长得很美丽的婢女，仰慕毛入门的仪表。有一天晚上呢，他就到毛入门的这个书房前面呢学那个小猫叫，学小猫叫呢，毛入门就说了：“你为什么来这边学猫叫呢？”这个婢女就笑着说了：“我不是学小猫叫了，我会呼小猫了，乃喜大毛儿了。我不是在叫小猫了，我喜欢大毛了。”毛入门就很严肃的跟他说了：“我父亲叫我这么老远来这边读书，如果我跟你挥礼了，我他就怎么可以有什么颜面见我父亲呢？那你的主人现在不在，我有什么颜面见你主人呢？”这个奴婢被他一责骂呢，很惭愧，就退下去了。后来呢，嘉靖年间呢，放榜，这个毛入门就考中了，考中功名了，官当到副使，寿命活到90岁。那么再下来，这个陈医生不可不可，啊，这个宜干这个地方有一个陈医生呢，啊，他医术非常高明，有一个穷苦人家呢，没有钱医病，就请陈医师去了，啊，把他病治好了，啊，那陈医师他也没有要求回报。有一天呢，陈医师又要出去王诊，要去看病了，那他经过这位贫穷人家，啊，被留下来了。被留下以后呢，这个贫穷人家的这位媳妇呢，她婆婆告诉她说呢：“你今天晚上呢，啊，我们把这个陈医师留下来，你今天晚上一定要陪他睡觉，来报答他的恩典。”她说：“你先生，你丈夫的病就是他治好的，所以你要献身，要舍身呢，啊，来报答他。”就那天晚上啊，啊，那个他的媳妇啊，这个媳妇就要跟他上床，陈医师就拒绝了。他说：“你婆婆同意吗？”这个媳妇说：“就是我婆婆叫我做的啊，我婆婆同意啊，她不会干涉我啊，我先生的命是你救的啊，她也不会干涉我啊。”整个晚上啊，这个媳妇就一直缠着这个陈医师啊，陈医师一直拒绝，就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就坐在床铺上坐到天亮，啊。然后就几乎呢都快失声了啊！那个媳妇就一直要逼过来，她后来在纸上写几个字的：“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罪然。”就写这个“不可罪然”啊，因为后来到几乎就不能够坚持了，就在纸条上写个“不可罪然”呢，“不可”两个字呢，实在很难做到啊。所以你要拒绝诱惑的时候，你就要学这个陈医师说：“不可，不可罪然”啊。结果后来陈医师的儿子啊去参加科举考试啊，考的文章啊，这个成绩呢，文章写一写呢，那个这个考试官呢，这个审阅官呢看一看，好像文章也没怎么样，就把它放在旁边一旁啊，啊，不录取他了。结果就听到有人说不可，然后呢那个审阅官又把文章拿起来再看一下，又觉得这好像也没什么呢，他又把它丢弃了。又听到第二次说不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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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最后只好拿上来再看第三次了。又听到有人说了不可两字很难做到呢。后来那个考试官那个审阅官仔细再看了，主考官仔细再看了，就决定录取了。后来他的儿子呢，陈律师的儿子就考上进士了。啊，再来奸窃百金之政啊，这个是《寿康宝鉴》里面的
福善案里面的公案，在清朝陕西有一位远公，啊，因为那时候有盗贼，那么父子呢失散了，他想娶妻生子嘛，想要娶一个妇人，那当时就找不到啊，那么就有一个妇人呢，后来到元宰去，等于是应征了，他就背部呢对着灯呢哭了，那远公就问他了。妇人就说没有其他原因，只是因为我家中很贫穷，那我丈夫呢想自杀，所以我只好卖身来活命，但是因为我们夫妻感情很好，所以我不禁呢悲伤呢悲从中来，那远公呢就彻然，他就很同情，就跟这位妇人呢在房间里面呢背对背坐着呢到天亮。那么到天亮以后呢，这个员工决定把这个妇人送回，除了他卖身的这个金钱以外，啊，还赠送他100斤送这个妇人归还给他的丈夫，叫这100斤呢，就叫这个妇人说呢，给他丈夫做生意。那这个夫妇呢，就哭泣的离开。后来呢？远公呢，还是想找一个闺女，就是一个啊女子来结婚，啊，这对夫妇呢，他想送一个闺女呢给这个远公生小孩，但是远公还是不答应。后来到扬州呢，遇到有人呢，领了一个英俊的俊童呢，小孩呢要卖，他还想说呢，啊。我要给远公，远公也不要，我要送远公闺女，闺女远公也不要，那不如买这个童子呢送给远公了，啊，这个有何不可呢？结果就把它买下来，就乘船渡江呢送给袁某远公，结果远公一看呢，是他几年前失去的儿子，因为他几年前就跟他父亲以及他太太呢，因为盗贼的关系呢，他们全家分散了，只有远公一个人到江南，原来是这位童子呢，就他以前走丢了啊，失散的这位儿子啊，这个叫雀百金呢之证。那么再看下面禁句，就是严加季节，那亲德音断，亲德就是高洁的品德，音断呢是英明果断。主考就是祖先，啊，好，接下来我们看701页这第一段，这有指挥使某严师训子，师病寒，易发汗，令其子起背，误卷母鞋一只，病已还背，鞋肉袭旁，师及其子继位之之。挥使见之，疑妻有失，妻不服，因遣婢鬼以妻命邀之，师怒斥其婢，挥使又强其妻亲往，己操白刃以示门起，师故惧曰：某蒙东翁相言，其明明堕行宰，事终不起。明旦失瓷器，挥使曰：先生真君子也，乃数尺墨谢留之，是瞌睡登第。好，我们看这段的字句解说，言就是聘请，鬼就是假冒，东翁就是古时候的私塾呢，或者牧友对主人的敬称。我们看这段的白话解说，浙江有一位指挥使，他聘请一位老师呢来教导他的儿子，那么这位老师呢因为啊这个受到风寒，想要让汗流出来并快好，就叫他的儿子呢去借了一件棉被，结果
不小心呢，这件棉被呢，把他母亲的鞋子呢卷进去一只，一只鞋子。等到这位老师的病，这个病好以后呢，这个鞋子呢就掉在那个席子的旁边，草席的旁边。那么老师跟他的儿子呢都没有看到，都不知道这个事情，但是指挥使看到了，所以指挥使呢怀疑他的妻子呢跟这个老师呢有染。有私通，这个指挥使的妻子呢不服气。那么指挥使后来呢派遣他的家中的婢女呢假装呢鬼以妻命邀之呢，就是假装呢替他妻子，替他妻子呢去邀约老师。那这位老师呢很愤怒的这个斥责这个婢女。指挥使后来呢，又强迫他的妻子呢自己亲自前往。然后这位指挥使呢，手中拿着一把这个刀子，准备在门打开以后呢，就有所行动。那么当时他的妻子在敲门的时候呢，这个老师呢非常坚决的拒绝说："我承蒙你的丈夫看得起。"延请我来教你的儿子，怎么可以暗中做出堕落的行为呢？最后誓死不开门。第二天呢，老师就借故呢辞去职务。指挥使就对老师说了："先生呢，你果然是真君子。"就将这件事情的始末呢说了一遍，同时呢向老师谢罪，并将他留下来。那么当年呢，这位老师就中了科举功名。好，我们看下面这一段。陈彦斌呢，攻临城，城下之日，左右以三处女献，皆书寿。公方坠，谓女子曰：“如有我女，安敢相犯乎？自封所一事，几旦访其父母烦之，或官至侍查，年93。”别清柳而逝，诸子既显。我们看这段的白话解说，陈彦斌在一次战役中呢，攻下临城，左右的人呢，就进献呢三个处女，都非常美丽。那么陈宫呢，正在酒醉。他就告诉这位女子说了，这些女子说了，你们就像我的女儿一样，我怎么敢侵犯你们呢？于是呢，将他们锁在一个房间里面。等到天亮的时候呢，查访他们父母亲住的地方，再把他们归还。后来呢，官呢当到侍查，寿命活到93岁。那一一向亲友告别以后呢，才死去，所有的儿子呢都显贵。好，我们看下面这一段。明江阴袭西，为兵荒历史，有数决意拔壮丁，而误及一人者，其人不能薄，欲求西解脱家贫，为妻怨哀，乃祭九轴西，令其陪饮，以有其人托故气，西即驱出，七孔吸气愤世，饮具流之，告以夫役，西尽具，绝迹而走。明日又生者其乎？足为不知，或立官至兵部尚书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字迹解说。江阴在今天的江苏省江阴市，徐熙呢，他是在明朝永乐年间呢，担任官职。他当时就是这个营建北京宫殿，所以后来担任呢营缮主事，掌管工程，
建设的事情。明英宗继位呢，后来在正统七年呢，担任兵部尚书，就是国防部长。兵防就是明清时代呢，州县官府部门之一，掌军队的事情。戍决役呢，戍就是防守，决役就是极远的地方，就边疆。宴哀就是美貌美宴，酌呢就是饮酒，奋事呢就拜事，允祭呢就是拉制衣襟，脱去衣服，啊，绝句呢就是断其衣襟。我们看这段的白话解说：明朝时江阴呢有一位徐顼，在当边防律官职的时候，有边疆的人来呢，要选拔壮丁去镇守边疆，却误选了一个人。但这个人呢，无法说明理由，就去恳求呢徐顼呢帮忙免除。因为这个壮丁呢，他家里贫穷，只有妻子长得美艳，就准备一桌酒席呢招待徐顼，并命令其妻子呢作陪。安排好以后，这个人借故离开，徐顼呢赶紧走出门外。他的太太呢恐怕徐顼离开后败坏事情，乃强脱去衣服，想留他下来，告诉徐顼说这是他丈夫的心意。徐顼呢严加拒绝，并且拉开衣服后离开。第二天天亮呢，徐顼呢深深的斥责他的丈夫，最后呢还是为他辩白，免除呢去边疆当兵。后来徐顼呢官当到兵部尚书。好，我们看下面这一段：福建张文启以周某避寇入山穴中，有一美女先在焉，见男子至，仓皇意气。张曰：“弃避逢寇，吾等成锦人，亦避寇来此，绝不敢患。”中夜，周女亦诬之。张立为禁止。即旦，张以周出山探消息，亦在晚周已出，使此女安处也。出山之寇退，遂同村老至穴中，问其父母李姓，张即令村老送归，未及有防信者，后半连聚，纳张为婿，即避难女也。复感张之德，故续之，后二子皆登第。好，我们看这一段的字句解说呢，连聚就是嫁妆。我们看这段的白话解说。福建省呢有一位张文启，啊，跟周某人为了逃避这个盗匪之难呢，一同到山洞中呢躲避。那有一位呢美女呢比他们先到这个山洞内呢避难，看到有男人来，就仓皇的呢想要离开。张文启就说了：“你出去一定会遇到盗匪的，我们都是老实人，也是逃避盗匪来到这个地方了，你放心，我们绝对不会侵犯你。”到了半夜呢，这个周某人呢有好几次想要奸污这位美女，张文启呢尽力阻止。到天亮的时候呢，张文启就带着这个周某呢一同下山呢去打听消息。他目的呢是要把周某带开，让那个女子呢可以安心呢待在洞里面的等消息。等到他们出山呢打听以后，知道盗匪已经离开了，于是呢伙同
村里面的这些父老呢，一同到山洞中呢，详细询问呢，这位女子呢，她父母的姓氏以及所住的地方。张文琪呢，赶快就请村里的父老呢，送她回家。过了不久，有一位黄姓人家呢，准备了很多嫁妆，就招纳呢张文琪为女婿。这个女子呢，就是避难山洞中的那位女子。她父亲呢，为了感念张文琪的恩德，所以呢，招为女婿。后来生了两个儿子，都重视呢当官。好，我们看下面这一段：鱼干曾生善衣，有贫士并却积尾，成志之前，亦不折报，后成薄木构之，因流之术，孤谓父曰：“尔夫时系彼活，何不半数以报？”父为伟，业就之，臣惧之曰：“奈尊孤何？”父曰：“此孤亦也。”曰：“奈尊夫何？”曰：“夫生今世也，何有以我？”臣曰：“不可。”父强之。臣连曰：“不可，不可。”遂坐以待旦。其笔连书不可治以周，后既不能治此，又大呼曰：“不可遏制甚难。”乃推窗入立以停，弃民乃去。后臣子入室，祖师弃其文，忽闻呼曰：“不可。”复曰：“又弃。”又闻连呼曰：“不可，不可。”最后又曰：“决意弃之。”忽闻大声呼曰：“不可遏制甚难。”连声不已。祖师因入之，或登进士。以上皆立心不思之案，难无以处夫礼义交战者矣，故续此坚持以将乱一案视之华也。我们看这段的字迹解说：鱼干在今天江西省宜干县，病阙，阙呢就是虚弱有病。责报，责报就是求其回报。薄暮就是傍晚，太阳快下山了。孤就是丈夫的母亲，就是婆婆。舅就主动亲近。祖师呢，科举的主事官。立心就是存心。我们看这段的白话解说：宜干呢有一位陈医师，医识非常高明。有一贫穷人家，病得很重，病很重了，几乎非常的危险。陈医师呢，把他病治好了，也不要求回报。后来有一次呢，陈医师在傍晚的时候经过他家，因而呢就被这位贫穷人家呢留下来，在他家中过夜。那么婆婆就告诉媳妇说了：“你丈夫的生命是陈医师救的，你为何不陪伴他过夜呢？以报答恩情呢？”这个媳妇呢，只有唯唯诺诺的答应。晚上呢，就想跟陈医师上床，陈医师拒绝说：“呢，你婆婆不会同意吧？”媳妇说：“我先生的生命是你赐的，他不会干涉我的。”陈医师说：“不可以。”媳妇就强行要陪睡。陈医师连连说：“不可以，不可以。”于是呢，就端坐到天亮，拿笔呢写上“不可”的字在桌子上。后来几乎不能坚持，又大声说呢：“不可”两字实在很难做到。于是呢，就推开窗户，站在庭院里淋露水，到天亮离开。后来陈立士的儿子呢参加考试，主考官呢不想要录取他的文章，后来听到有人说呢不可，那主考官又省略再抛弃，又听到说不可不可，又听到联系说不可不可，
最后又在审批阅一次，决定要抛弃了。忽然又听到大声呼叫说：“不可两次最难，不可两次很难做到。”没有停止，没有停止的连续说数声，主考官因此就将他录取了。后来就他儿子就考上进士了。以上呢都是机心光明、坦荡、没有失意的例子，然后缺乏天理和仁义交战的实力，所以叙事此意，坚持以将乱这个案例作为世人的模范。好，我们看下面这一段：金华其旺，五十五子。相师曰：“如有恶气，必有亏心。”望曰：“少时称淫，人内事。”相者害曰：“患此以斩主身矣。淫恶最难忏悔，必有大善，方得回天。望因改悔，使一年人己善事，乐施不吝。”相曰：“未也。”再一年，还亦难行善事，所兼过半。相曰：“未也。”第三年，独立行善，不肯让人。相曰：“因自闻已现，何忧无子？果生一子，忘年七十，有得报孙。”好，我们看这段的白话解说。在金华，今天的浙江省境内地区，有一个人叫齐望。他到五十岁的时候呢，还没有儿子。有一个算命人就说了：“你身上有恶气啊，这个人身上如果有业障呢，那就有恶气。我们现在讲就磁场不好啊，这个有业障啊，所以他就说他身上有恶气。他说你一定是做了亏心事。”齐望说：“我在年少的时候呢，曾经奸淫过他人家中的妻女。”相氏就很惊讶的说了，大为吃惊的说了：“犯这种罪恶呢，应该受劫主劫孙的报应啊！奸淫的罪恶呢，是最难忏悔的，一定要行大善，才能回转天意。”期望呢，因而悔改，开始第一年呢，别人要做善事呢，他一定乐意施手，一点也不吝啬。相氏说：“还不够，再过一年呢，凡是遇到难以布施的善事呢，他第一位先捐钱数的一半的钱，一半以上的钱，啊，就是再过一年呢，凡是遇到很难去实行的善事，啊，比如说有人要做100万，可是很难募得到钱，那么期望呢，就说我先捐一半啊，他就先捐钱数的一半以上的钱。那相氏就说还不够，哈。到了第三年，期望就一个人行善了，独自一个人行善，也不愿意让其他人来随喜了。那相氏就说：“你的阴字文已经浮现出来了，不怕没有儿子了。”后来果然呢，生了一个儿子。期望呢，活到七十岁，还能够含饴弄孙。好，我们看最后一段。民礼亲啊，好谈淫秽，偷看妇女，年三十极贫，二子相继时，一日暴亡，见祖父怒曰：“我们两代积善，报你该发济万财，谁料你心爱色，口言造孽，福将折尽。我恐你再犯淫恶十事，后世断无望了，故哀恳冥王。拘你到阴府一看，便知厉害。亲曰：‘闻淫人妻女报绝事，我实怕此，未尝患也。’”旁一律曰：“其但绝事哉？如你来勾引，救之不迟，则但报绝事；若引诱，必破。即礼犯者、害伦者、堕胎杀夫者，此何等罪？其但绝世载，淫恶阳力宽，阴力罪严。反人一动意念，三思神自首，赵君城隍深咒，引漏便是大过。
试看今日花落便知，少顷鬼卒带众迎唤贺家跪下，明王厉声吩咐曰：某人变乞丐风雅，某人变娼妓眼瞎，某人两世为牛，某人十世为猪，俱是鬼卒押出投胎，亲毛骨悚然。立曰：更有甚以此者，如误贪半刻欢情，失了人生，该必设如箭，科文欠世也。既有明王放亲还，亲科游民路，印万章行事，尽力行善，年四十连生二子，起家万金，随解尘缘，往南海修道，同理蔡京为记。以上二案毁淫善报列此，以为以失足者兼其毁心，盖转后为虎之法也。皆乎淫之一念，彼所难尽，言复何穷？为日望乎智者、愚者、未患者、已染者，个个深思，及早天凉发现可耳。我们看这段的白话解说。明朝的李清喜欢谈论淫秽的事情，偷看妇女，到了30岁还很贫穷，两个儿子相继死亡，有一天暴毙而死。看到祖父很生气的说：我们两代积蓄的善德可以使你得到继父的福报，谁知道你却贪爱美色，嘴巴跟眼睛都在造孽，福气都快被消尽了，我恐怕你再犯下邪淫的罪恶时事，后代祖孙呢就断绝了，没有希望了。所以诚恳的请求明王缉捕你到地府看一看，便知道利害关系。李清说：我听人家说奸淫他人妻女会得到绝子绝孙的报应，我实在很害怕，所以不称换过。旁边有一个官吏说：岂止是绝子绝孙的报应呢？如果女人来勾引你，你就顺水推舟不拒绝，就只有绝世的报应而已。如果引诱又逼迫，以及经常犯此罪的人，破坏伦理的人，堕胎儿杀害丈夫的人，这是何等的罪恶？岂是只有绝世之报而已呢？邪淫的罪恶在阳间的法律处罚较宽，阴间的法律处罚很严。凡是人心一动意念，三世神会自白。赵君呢和城隍会申报天上，如果他们隐瞒就大过了。看看今天花落灵魂转世就知道。过一会儿，鬼卒就带一批邪淫的罪犯身系枷锁跪在堂前，阎罗王大声严厉的吩咐说：某人变乞丐疯狂啊，就是精神错乱，哑巴，某人变娼妓眼睛瞎，某人两世当牛，某人十世转生猪，都有鬼卒呢押出去投胎转世啊。李清看到这一幕呢，感到全身呢毛骨悚然。那么明利就说了：还有比这更严重的，你不要为了贪图短暂的快乐却失去人生，应该远离涉害，就像射箭一样快速。你刻印文章呢，借引的文章呢来劝化世人。随即明王呢就把李清放回阳间了。李清呢就将这个事情刻印成游民录，就是游地府录这个意思，游民录印制万章呢来劝化世人，醒悟世人，竭尽自己的力量呢去行善事。到40岁的时候呢，连生两个儿子，啊，拿出家里1,000,000金来行善，后来就离开陈蜀呢，前往南海修道去了。
或者就离开纯属，就是离开这个 家庭呢，到南海修道。这个事情是有同理的蔡京记载。以上两个案例都是邪淫忏悔所得到的善报，而列为细数，以作为已经犯邪淫的人能够坚定忏悔的信心，是转祸为福的方法。哎呀，邪淫的罪孽呢，是笔墨难以写尽的，笔墨难以形容的，说也说不完。只是希望聪明的人啊，愚笨的人，未患的人，已经患的人，个个自我反省，提早发现良心就是了。好，那么见他赦免起心是罪呢，我们到这边即将结束。总共啊，就如同当时我们开始讲的一样，大概十几到十二集，那到这边呢大概讲十二集啊，这个讲的如果不够完整的地方呢，将来我们在起讲安世全师义海回狂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再加强化会啊，希望牵化更多的世人能够呢啊戒淫行善啊，能够啊断除邪淫啊，能够啊断落修善啊。这个剩下一点点时间呢，我们啊就来报告净空老法师对于见他赦免起心是智的开示啊。老法师说的邪淫的果报呢啊，老法师开示第一点，老法师说，佛说呢，人以世间淫逸呢，患他人妇女，从事得五恶，就是你患邪淫的话，啊，那么得五种恶报。那么第一种，老法师说呢，首先呢是家事不和，啊，树亡钱财，就家庭不和，啊，钱财呢会散尽，你的财产会流失，啊，家庭会不和，这个果报很可怕。老法师说呢，家和万事兴，家不和，这一家一定衰败，一定灭亡。那仔细看现在的这个社会，离婚的家庭非常的多，啊，原因呢，大部分都是闹婚变，啊，感情啊有外遇，所以离婚率特别高。啊，离婚呢啊，家庭就破碎。啊，那如果家里有儿子有儿女的话，这个对儿女是不负责任的，啊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老法师说呢，啊，患邪淫的人就未现官，会被常以垂杖从事。啊，老法师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患邪淫就会受到法律的处分跟制裁。要坐牢监禁，还要惩罚。第三点呢，啊，患邪淫的话呢，良心不安。啊，这个良心不安呢，啊，因为现在老法师说，现在的人呢，脸皮越来越厚。他说以前的人还有点良心，做坏事呢会心不安。现在呢没有了，良心不会不安了。因为他不懂什么叫做安跟不安，为什么这样？因为贪嗔痴到了极处了嘛。当然，这个果报就会很重。第四，那么邪淫的来世果报呢？佛说呢，入泰山地狱中，受袍裹的刑罚，千万亿岁呢才能够出离地狱。第五，出离地狱以后呢，还要堕落到畜生道。畜生道里面呢，啊。畜生道里面，他淫逸不避母子，也无节度，堕落到畜生道这一类的呢，佛说果报之凄惨呢，果报之苦说之不尽，因为他们就没有伦理了。那老法师说，这五种果报，你凡夫肉眼看不到的因缘果报真相，其实这些报应呢都有，眼前就可以看到了，啊。那么感应篇里面呢，那么注解的文字特别多，啊，也指出很多的公案来警惕我们。凡夫看到这些实际上的果报案例，啊，有些人很难去接受，因为他用的是几十
几古代的人的故事啊，所以我在讲这个践踏赦免起信诗之内，我特别附上一些现代的公案啊。其实老法师说呢，古人写这些故事呢，其实你冷静的观察现在的社会，你一对照就明白了，古人所说的话是可以相信的，我们应当信守，自求多福啊。好，那么最后呢，老法师勉励我们，他说修行呢，第一件大事就是把我们贪恋的习气修正，修正我们淫逸的行为，你就可以得健康长寿的果报。每一个人都喜欢健康长寿，那健康长寿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呢？心地要清净。如果得到清净呢，寡欲就清净了，欲望少，欲望降低，色欲是其中重要的一个。财色名食睡都要淡，欲淡欲好，欲少欲好，你最后得到的果报是身心健康。所以往生极乐世界呢，是要断淫欲的，是要断邪淫的。所以我们念佛的人呢，一定要好好的把这一点做好啊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讲到这里，又讲到不妥诸次呢，请各位同修大德呢批评指教。阿弥陀佛。